是谁？嗨，老师，我们是 Vogue 小编。你现在在干嘛？化妆，擦一下口红。化妆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一杯普洱茶，一杯咖啡，这是我的习惯。然后就是我化完之后，我就会把它放到柜子里面，因为我喜欢东西看不见。然后这个区域大概就是我的厨房，那因为我很常在家里吃饭，这是从昨天晚上煮到现在的港式煲汤。台湾人比较少人会煮汤，会用这个，这个叫螺片，是滋阴。那因为这一锅其实是任何季节都可以喝的。那最重要呢，就是这一块我的秘密基地，拉筋啊、刮腿啊、看电影啊、想哭的时候啊，几乎都会在这里。很奇怪，我家里竟然有一张专业按摩床，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精油。你看，这是贴上去的，所以这是要我测试。然后每一个礼拜会有3天到4天会请专业的电疗师，因为我们有一些职业伤害，会来这边帮我按摩。这个叫做单扣，按摩的时候或刷腿的时候啊，绝对不要放过敷脸，因为那时候身体循环是最好，敷完脸的效果跟平常完全不一样，真的很。我非常爱穿连身裤，它还蛮可爱，就是后面有个洞。对，但基本上我的穿法是我一定会把它遮起来，因为我没那么性感。然后再来，就是一定要雷到不行。这个哦，你知道我看到这件的时候，我整个就是站在它前面就这样，然后就问有没有我的 size。然后你知道后来那个店员跟我讲说，穿这件是不能穿内衣的。这一个牌子是我最近喜欢的，因为你看它的不会讲，我看到我就哦，这就是我的，这就是我的，这就是我的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一个让我很害羞的地方，就当然就是我洗澡洗头的地方，千万不要笑哦，所有人都不能笑场，我一定是坐在这个地方，叫做马桶。大家一定想看我怎么吹头发，我真的就是坐在马桶，我的头发现在放下来，因为它的机身的关系是斜的，所以你要吹整后面很顺手，你就是直接然后这样子吹整，你看它的角度就是刚好符合可以抚顺毛鳞片的方向。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术，你会看到有两个箭头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按到这个箭头的时候，它会前面出现热风，然后慢慢慢慢会变温的风，然后再慢慢慢慢变热的风。如果你是要温风跟热风交替，你就可以一键搞定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是头皮功能，它会把你的头皮吹干，然后头皮吹起来就是有一点很舒服软软的。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他们家还蛮厉害的，叫做发尾功能，它是针对你发尾毛躁或比较干的人，我们吹完之后头发是可以比较柔顺的。那基本上呢，我吹头发先分一半，这一半呢就先把它夹起来，我发尾就是喷一点水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先吹头皮模式，切记吹头发头皮一定要吹干。再来我们直接来吹整发尾，发尾的话我就会冷热风交替，就吹一个橘色的灯。然后我们吹整旁边，我刚刚有讲把头发直接夹起来，那我们风就是直接这样顺顺的。然后我就会把它转起来，推到一之后，发尾集中，然后往内绕。我就会把我的这个自然卷一个这样的大弯，然后我会再把它推回热风，最后做一个定型。它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你看我的另外一边，这样看得到差别吗？这边的头发比较蓬。这边头发比较塌一点，然后我们去压它，它是有弹性的，可是这边它就是一直扁的。我今天要录影的话，板夹其实是我的好朋友，其实还蛮快的，而且这一支是就是你根本不用等，你夹过的颜色反而是比较饱和的。最后我就会再用吹风机的那个头皮模式吹我的根部，你看很蓬吧，
记得，这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，它的头皮模式是可以撑住你根部的蓬度，重点是它吹完是很密的，我觉得这是他们家这支吹风机最大的优势。头皮模式其实是根部蓬度最好的朋友。好啦，基本上头发弄好呢，滑滑顺顺，我就可以出门。然后我换上蕾丝的洋装，那因为它非常低胸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软布料的外套。然后因为晚上跟朋友吃饭，所以我就会带一个简便的小包包。现在我就准备出门咯。不对，摄影师，这是我家，应该是我先送你们出门吧。拜拜。I never ever thought I'd see